说到海南鸡饭是新加坡美食之傲，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鸡饭的美味在于鸡肉的香滑和鸡油饭的油香，当然酱油、蒜蓉、辣椒酱这些佐料也要非常讲究，许多店家都号称是照着祖传的秘方来烹煮鸡饭的。鸡饭处处可见，只要你想吃，绝对不怕吃不到。新加坡的鸡饭之所以出名，也要归功于海外艺人和游客不遗余力的大肆宣传。打从上个世纪海南人过番南来之后，鸡饭开始在本地飘香，卖了半个世纪的海南鸡饭的店家把卖鸡饭当作祖传事业看待。鸡饭是由海南人在海南岛自创的，因为好像如果是海南岛，他们不叫做海南鸡饭，叫文昌鸡饭，文昌鸡饭还是叫唐牛鸡饭，不叫海南鸡饭，这里就这里就叫海南鸡饭，煮法跟吃法也是不一样，像那边的鸡跟这里的鸡，那边的鸡比较硬，我们这里的鸡肉比较结实，结实，我们这里是比较爽口，比较松。饭也不一样，因为这里用的都是香米有老米、餐心米，辣椒也不一样，辣椒是有搭配过后，有调味搭配过后不一样的。洗好的米沥干，烧热的锅中加入鸡油，放入蒜蓉，姜末爆香，再煮至白切鸡，这就是煮鸡饭的基本工序了。店家早年售卖竹炒暖炉，没想到鸡饭也卖出名堂来。早期在俗称海南街一带营业的店家说，海南街一带是早年鸡饭小贩聚集之地。走访海南街，我找到了一家1935年售卖小吃，59年开始卖鸡饭的店家。烧窑办得多，一路就祝福健康一人，从窑开门嘛，去哪一难难。老人家说50年代鸡饭才慢慢盛行开来，当时小贩挑选鸡只特别流行，也自行宰杀鸡只以保证新鲜度。60年代之后，广东人也加入鸡饭战局，卖起了广式鸡饭。广东人把白切鸡放入冷水浸泡片刻，让鸡皮更加嫩滑，创制出另一番风味的鸡饭。早年鸡饭档子之所以聚集在海南街一带，不外乎是这里曾经是海南人的聚集地。要多了解海南文化和海南鸡饭，有个人非访问不可。我们这条路哈，现在是新开的，叫做新的蜜桃路了，以前叫海口路。海口路为什么叫海口路呢？因为海口就是我们海南岛的那个首府了，所以呢，从海口来的人都从这边登陆，所以这条路我们民间叫做海口路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过番下了船之后，他们在这里，在这个海南街这里的这个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他们下了船之后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到他们的亲友的家，通常是住在公社楼公社楼是什么？公社楼呢就是他们福建人的古里根就是一个公司楼可以住40-50个人。哇你住的公司楼呢，公司楼里面的那些朋友乡亲他会介绍你工作。据王伯伯说，本地鸡饭先驱是王义元，他的助手莫礼瑞也做出巨大的贡献。海南鸡饭出名主要就是莫礼瑞瑞记的时代了，真的是很出名。他每个早上他都到他的瑞记鸡饭这个地方后面，那么那个罗里的活鸡就载到他后面的店他在门口那边他站在罗里旁边，手呢就进筐里面去抓那个鸡，是抓了之后他摸鸡的那个肛门肚子，用手称一称鸡有多重他看鸡的羽毛之后 OK 他认为这个鸡是可以了，他就放开一边。那么他挑好的鸡之后他不是马上就卖的他还要放在他瑞记的后面一个笼子里面养了7-8天七八天之后他认为成熟了，他才拿来杀了卖了。
以前最出名的是这个瑞记，更早的是王共产。嗯，王共产就是新加坡鸡饭行业的先驱人物了。嗯嗯，但是他之前是挑着蛋子去卖，挑着扁担，挑着担子在海口路卖，海口街，海口路叫卖啊，海口街叫卖。嗯，那么那些我们的先辈啊，从啊海南岛来到了红灯码头，再坐三板到海口街那边上，上了他就挑着扁担那边叫卖了。龟龟啊，龟龟啊，没钱啊，没钱啊，那边卖了。经过了时代的变迁，店家们不断的改良，形成了具有浓烈本地风味的海南鸡饭。那么在祖辈的家乡海南岛，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是否改变了鸡饭的滋味呢？同出一脉的美食是否也变了模样呢？